刚才在那玩他妈用龙卷雨衣，我他妈以为你是龙宫，结果你是花果山平砍出发龙卷雨衣，你该何去何从？当然他妈是去了，你不玩了别人就开心了。一个将物理系带法系套装玩到极致的玩家，老王也看走眼了，后期直呼太会玩了。他的这个号开始认真了，有点变成艺术品了。武器的话，你单独一个必中没活，毕竟伤害低，你单独一个不磨没活，毕竟你得平砍。结果他是必中加不磨，这六件装备看起来平淡无奇，凑起来还挺难，有很多应该是跨服秒的啊，有手续费的。戒指伤害未加物理，底下的法伤法爆加法术啊，还带着自我陶醉，法伤为的双法爆一伤害，伤害还能再加法伤也加误伤啊，六格挡，我操，四格挡两气血，就是血虽然不多，但是血的质量很好。这个号细思极恐，这个号很会玩的，他对梦幻的理解只能说啊，不在我之下。看我直播多久了？这个号有点东西啊！我靠，还有一套认真的装备，还有一套认真的丧尸性装备哦，还防御位的双伤害一速度，12段的野兽，10段的玉清啊，10段的这什么弱点击破。武器的话，简易加神佑啊，玉清武器的话打了13段宝石，啥玩意儿？你到830了吗？你打13段，741除以3加557。804打13段，你真是那个啊啊！愤怒满天花雨，破雨关公满天花雨，装备真的不错。宝宝的话是可以秒六啊，6技能的叶罗刹，出奇须弥，12技能洗出了4侵蚀的吸血鬼啊，11只宝宝，你这号给我干懵了啊！看宝宝很正经，看装备很不正经，看 PK 的装备没有特别正经。我竟然没法往你身上贴上一个很准的标签。当我觉得你有点呆的时候，又觉得你他妈好像很聪明；觉得你有点聪明的时候，又觉得你聪明不到哪里去。你快告诉我，你高考多少分？能玩出一个这样的梦幻西游号？平砍3000，建设1700，再来第二下，第一回合输出真不低。我突然觉得花果山秒二带套装好像是最强物理输出吧。一回合3800加3800，再平砍一下，一回合稳定10000。我靠，龙卷的数据还不低，还来再来一下，然后还有嗜血潘可能再触发龙卷雨击。哎，你脑袋上这个球是干啥的？齐大满贯。所有齐天神通都可以使用啊，后天大圆满。他平砍2下，再建设1下，建设那1下2个4孔是建设100%，那他相当于一回合平砍3下不用蓝，是不是永动机？而且还带光环。我操！我突然好像受到你的启发了，兄弟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带秒6了，秒6不分0，平砍1下3400，建设1个3400，再来1个平砍3500，一回合输出10500，再加上秒6，最高的话2900，然后齐天神通越来越多，我给自己加无所遁形啊，再来。哎呦我去，这俩号行啊哥。第二下不出套装也可以啊，你稳定了就已经平砍3下了，你第二下一定平砍呀，问题是啊。来看一下平砍，刚才平砍是3500，现在7100，爆了7100，再加6800，一回合输出14000，14000还没触发龙卷雨衣，太够用了。还有你这么玩真的强，我靠！以前有人可能有你的想法，但是他没有10段的龙卷雨衣高0加0是全是对的，你这号。
再加上宝宝还有点像故伤，这个花果山平物理系平砍能不能当故伤用？花果山为什么能平砍两下？花果山如果你不要套装的话能平砍三下，永动机吗？不需要消耗血，不需要消耗蓝，你只要点第二个经脉的话就可以直接平移三下，只是没有套装而已。